欢迎中共中央总书记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。当习近平夫妇抵达主席府时，阮富仲夫妇在下车处迎接。哎，欢迎，欢迎，你好。 炮二十一响。嗨。 习近平在阮富仲陪同下检阅仪仗队，仪仗队高呼。 祝总书记身体健康。领与阮富仲返回检阅台，检阅分列室。 阮富仲夫妇合影留念。